这里是 Alexander Road， 对面就是 Queensway Shopping Center， 那个小贩中心就是在建筑物的后面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了阿里山大村美食中心来用我的午餐。小贩中心是靠近那个 Queensway Shopping Center， 虽然地点不是很方便，但是可以找到几个好吃的摊位在这边。现在我们去看看吧。下面的4块钱，它有四只半只鸡啊，还有那个猪肉，它的汤真的熬得很浓，非常香甜，我可以闻到它的香味。是啊，非常鲜甜，非常新鲜。猪血面最重要是它的汤，说它的汤要有鲜甜，还有甜味。嗯，这个老蛋的下面就是有这种味道。哦，它的汤是很浓的，很美味。就是说他们是熬了几个小时才会得到这个效果。非常喜欢它的汤，很浓郁，很鲜甜。面就是给了相当多啊，还有少许的那个菜。这个猪肉也是很香甜的。我非常满意这碗虾面，尤其是它的汤。又甜又厚，真的很好喝。它的虾也是很新鲜，肉也煮得很好，那个面也煮得刚刚好。嗨，今天我又来到了阿里山大村美食中心，来用我的午餐。不晓得要吃什么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我想要吃的就是那个 Deep Fried 生香米拉萨，这个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拉萨摊位，它的汤是很芳香，每次都是柴汤浓的吧。这个就是那个 Deep Fried 生香米拉萨，4块钱。老板的拉萨是很浓啊，我看他的视频上他很浓的。我特地要他给我一点点辣椒，他是给头骨啊。我看还有一只虾吧，还有那个鱼饼，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他的鸡肉，这个是鸡肉。说今天他没有给虾了，他给鸡肉，要有虾还有虾。现在让我来试试看这个拉萨，它是排长龙的拉萨。哇，它的汤很浓，很有那个椰子的味道。粗米粉煮的刚刚好，你会看到它的汤是非常浓，很有那个拉萨的味道。接下来我来喝它的汤，很浓的汤。非常芳香，我觉得不会很辣。它的米粉呢，不是给很多了，4块钱不是给很多了，都吃完了呢。我看最重要就是它的汤啊，它的那个料啊，那个导锅啊，一片啊，是大同小异。它的汤是做的很美味，可口，又很香。
嗨，今天我又回到了亚历山大村美食中心用我的午餐。那今天的午餐可能我会吃那个四川担担面。这摊上海拉面小笼包非常受欢迎，每次都是排长龙。好吧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这是四川担担面，4.5元，应该是有很多肉了，还有那个可能是花生，还有那个应该是很多辣了，那种辣的味道。我等了大概20分钟才买得到，生意非常好。非常简单的一套菜，但是相当美味可口，不会太油，也不会太酸。倒是有点酸，有点辣。他的面也煮得相当好。也相当多了，它的面相当多。这是它的肉，小小块的肉。觉得这个担担面虽然是非常简单，但是相当不错，它的面煮的也非常好。料本来是只有肉而已，没有什么料，只是连肉，但是也不错了。吃起来蛮顺口的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又回到了亚历山大村美食中心。那今天的午餐可能我会吃那个湘江油鸡，它有卖饭，也有卖面，还有云吞。那这摊的单位非常受欢迎，我来了3次都吃不到，不到一点它就卖完了。好了，看看今天我的运气怎样吧，我们走吧。这个油鸡是4元，那个晚餐是1粒5毛，就是2元。那好久才买得到。他的生意真的非常好。这个油鸡是他给我一个私房，他的油鸡是特别好吃的，所以每次都是排长龙。他的面也煮得非常好。那么我特地买了4粒云吞来试试看。通常这种鸡胸肉是比较硬的，但是安哥做了，不懂他怎样做，他的真的有功夫，做得很软又很香。看看，这是他的鸡胸肉，你会看到他的油鸡是做得很滑的，非常美味。这里做了有功夫，有点咸，有点甜，非常好。它的面是黑色，香港那种黑色酱油。它的面给了三分多。现在我来试试看。这个煮的刚刚好，我来试试看它的云吞吧。但是可口，它有放一点那种配料，不能放那个很香，是美味可口。今天也是可以说是吃得饱，吃得好，相当值得等那个等20到25分钟的油鸡面。
它的油鸡做的非常软又香，一点甜一点咸，美味可口。那个云吞也是做的非常好吃。